哎，你现在是马上要告我们啊？我们要告我们，没告我们，告我们，告我们，就我们告我们。哎，哦，这很前卫，很前卫，艺术感不太看得出来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最主开始好了，因为粉丝在那边，所以我们请自己的朋友来往旁边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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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往旁边移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旁边来到中间，自己可以来到中间。好，第一组粉丝请上台。OK， 好。OK。OK， 你们先这样叫 OK 了。这个游戏呢是比手画脚，所以最后一个人是很重要的，那个人必须要会才能把智商最高的敌人放在最后面，是 OK 的。那丰田不能摆第一吧？哎，丰田，丰田摆第一，你能胜任吗？可以，丰田摆中间。丰田说丰田跟 Teddy 换，还是丰田？不是，是他可以挑战。第一个其实是粉丝。他可以挑战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相信你。可以，相信。OK， 你们选一个做第一位，选一个做第一位，谁？我们要选一个粉丝当第一位。好，我选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眼睛最大。哦。哎，会选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请依次你过来这边。他第一个，来你过来。你们那边过去一点点，过去一点点。哎，你们过来啊！来。好，来你过来，这就有吧，对。OK， 好，这个游戏呢是比手画脚，赢了我知道你会赢。过去一点，往左边，来过去一点。所以是这样哇，你们两个站在他旁边，真是好特别哦，好像一座山的这个字。喂 ，OK， 好，所以就是呢，我会让你抽一个题目类型。然后呢，我会从他题目内心里面选出那个字。假设你抽到的是苹果，你就要用比手画脚，不会讲的比给他，然后再比给他，然后再比给他，再比给他，这样好不好 ？OK， 所以那个 Q 呢是 Voice of Fire，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面向那边的，除了你，懂吗？所以大家是面向那边背对的，不可以看，好不好？我先让你抽一个题目类型，请抽。好，他抽到的题目类型。他抽到的题目类型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电影 OK 组员们，所以是猜电影相关的词 OK 电影啊，第一题啊，干嘛？没有关系，这个游戏不需要卖，暂时来第一题，什么表情？这个完蛋了！来，预备备，三二一，开始丰田转。你还有时间继续比？OK OK， 来换，三二一换，来。OK OK， 来 ，OK 好，来换，反动 ，Teddy， 不准备射，我们会不会觉得我很讨厌？怎么没换？你再做多一次那个动作，三二一 ，Go！ 要记得要有。然后呢？还有吗？啊！终于都没剩了，精彩哦 ！OK， 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觉得是哪一部电影？电影啊，是电影，而且做三 D 五 D， 赢的又不是你们，这
就用那个动作，我觉得哇，好传神的。没有动作，敌人没有动作。不要故意误导了。如果我猜对了，是不是我们就赢了？我们就赢了，我们就赢了。第一题，泰坦尼克。什么？赢了吗？你以为是我吗？你是吗？是吗？你答案是什么？是吗？你们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那个、啊。是吗？你呢？其实我看不太懂啊，因为就你的到底是什么？干嘛要这样？这什么东西？稻草人吗？现在？这是什么？还不是蝙蝠侠？来，请公布答案。答案是泰坦尼克。绝爷答案。好厉害哦！啊，好厉害。那这个你怎么解释 ？OK， 真的是传在晃，传在晃，传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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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晃。好，第二题哈，请大家转回去一样哈。有几题？哦，我们第一三选零，三选零。我们靠低的可以赢，我们靠低的可以赢。第二题，好，给准备哦，三二一 ，Go， 丰田。好久了，好的你，好的你，是你穿到青蛙是一餐的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们不要一直比暗示就好了。我们请明杰再传神的表现一次。老师音乐来 ，Boys on fire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你看的是哪一个版本啊？牛仔，你有西部牛仔。OK， 来，请问答案是？国家宝藏，可以，你要确定哦。我可以看一下第一个人。不行，不可以啊，当然不可以啊。老实说，他也没有表现得很好了。看来你会误导。是哪一格的？我不知道哎。当然不能讲。大家现在随便猜。来，三二一，哈利波特。你等一下，不要作弊，大家都在比，只能看最后一个人。我觉得你很厉害。我根本不能看不出来聊什么，你怎么这样子？这样可以。对，到那边的时候一定是。就这样子这样。瘦死吧，伏地魔。好了，来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哈利波特。好了。你们在换什么 ？OK， 来，好了，准备啊！下一题啊，准备啊！这题很难的，我不信你们猜到。阿基贝贝，三二一 ，Go！ 来，一段。快讲了，准备比啊！快点，你有三秒，三二一。好，还是哈利波特。好，来换。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二连单，很难。哈利波特消失的地址。来，你接。怎么跟上一题一样啊？难道是第二题？好的，来 ，Kelly。来，你看，我觉得这一题该完蛋，我觉得没有人会猜到啊。来，好了，
丰田。我觉得你在老鼠屎啊！我觉得什么东西啊？OK， 好，停。是电影吗？这是，对对对，我们是一度怀疑是不是电影，尤其是最后这个传声的动作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可怜。对。那他的手就太经典了。是到你的时候不知道，对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我觉得没有差。OK， 我跟你说，我们看看第一位到底怎么比的。我们给第一位一个机会，来，第一位比一次，一杯杯，我们看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？要比一样哦，刚才一样哦，来，三二一，啊，比啊！请问一下，有帮助吗？这个是哪里来的东西？有帮助吗？其实我们都，其实我们都在猜第二部哈利波特。好了，提示，提示，叶问，给我提示啊！三二一，没有给个提示，因为丰田是日本人，你要给他个提示。那个提示就是日本也有。啊！哭哭都别打。可以提示吗？OK OK， 日本。冰雪奇缘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猜得到是？就那个，这什么？他刚才比的不是这个哦，他比的是这个，他比的是这样啊，比的是什么？微笑趴傻的，微笑趴。OK 啦，这题算也答对了。哇！加油！好，我们先请我们的五位粉丝到台旁边去休息。哎，这边去。哎，好，先到那边休息一下吧。OK， 好。好，我们请下五位。等一下，我们 settle， 我们这组其实有一个要求啊，我们的要求是我们不想要听到播音长出来那段一直重复。哦，好，对，我们就整首歌放下去，然后我们整首歌，整首歌放下去哦。团员在头跟尾吗？要不要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我们这几个人，团员跟团员头跟尾吗？一二三四五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啊，加油！加油！这边一个，我们简单了，乐器好简单了，感觉很简单。你们以为很简单吗？好，来，请大家转，往后转。第一题。来，准备好，开始。OK， 三二一，转。三二一，转。好，三二一，转。来们，哇，已经简化了，来，三二一，转。完蛋了，上来一转。好，上一转，越变越大了哦。来，再上一转，还会走哎。好，可以停。哇。很激烈的吗？蛮激烈的。先说，你不要误导，没有很激烈。先说，乐器很多种，而且你要非常的 specific， 就是要非常的明确，它是哪一种，哪一个，它的名字是什么 ？OK， 准备啊，三二一，吉他。吉他，你是对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来看看他怎么。
比，你看啊，来一二三 go。等一下，我们连左撇子都变成右撇子了，会相反过来。刚才呢，我们看看第一位怎么比的，看啊。为什么吃到这边的时候会这样呢？对啊，然后还反过来。啊，你之前说吉他所以算错了。哎，我说了吗？没有。好猜啦。第二题。好猜。啊，好，第二题。第二题容易一点，答案有奖。OK， 三二一，开始。超时。好，给换。好，换。Evan。OK， 来。他又开始变大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有病，控制好原本的大小，来，好了，大小你们要控制一下，来，这个已经变这样了，这个是炒菜啊，这跟乐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啊，传神，哎呦，传神，果然是齐之凯，又换手了，这个绿军。明姐万圣节已经过了。来，你再比多一次，没事，这样。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们发现要出事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有问题，我们这个有问题，这个是我们的卧底。我间谍，东方变成西方的东西，而且他左手跟卧底换右手，为什么呢？来。违禁，来，答案是小提琴。我快吐血了，没有，本来是二胡嘛，所以没有啊，原来已经是二了。他还跟我说是二胡，你唱哪里二胡啊？他二胡可以这样弹。OK， 我们让第一位，我们让第一位再比斗一次，来，违禁，看我非常标准的动作啊，来，好，来开始。对，下面在下面。对，你是怎么搞下面啊？你们不在这里啦、啊。你们要考虑一下换他的位置，换他的位置，换位置。你让他猜就好，你让他猜好吧。让他猜嘛。你演他猜这样子，你们两个换就好。好，我们两个换就好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游戏重来的。好久，没有。好，好了，下一题。我看一下。好。告诉我，好，来，什么东西 ？OK， 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OK， 来三个，那题目也蛮讨厌的。你再弄一次，快点。啊，小提琴。我可以确定这些人都没有玩过这样乐器。来，下一位。来。哇 ，Allen 越走越远了。像不像是中国的乐器？
这个姿势你就猜，你就猜，随便猜，讲话你就猜，你不猜就弃权哦。三二一，二胡。上一题的答案是二胡，你这次又给我来二胡。好，我们再给我们的这位成员表现多一次。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不是四个字啦，是四个字啊。我知道问题是，刚到你的时候已经变成在炒菜了。对，对。而且他们是这样的。Evan 勉强拉回来变成。所以到后面就会变成那个样子。越来越乱，越来越乱。OK 啊、哦。这一组是全军覆没。输得相当精彩。啊，我们不应该把伟信摆后面。对啊。是他的问题。你快点接，你快点接，你快点接。明天新闻头条。OK， 好，我们请所有的团员一起跟我们的这五位朋友一起拍一张大合照，好不好？来，请他们就位。